我觉得我最近肥腰哎。是有啦，你要减肥腰哦。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讲我肥腰啦？不然呢？哎，我最近是肥腰。没有啊，你都没有肥过。哦，那样子就是讲我肥腰的话，你不要我啦。这样你要我怎样？讲啊，讲，会讲啊。哎，你就有这个女生朋友证吗？证啊，很漂亮一下。哦，这样就跟她在一起啦，怎么跟我在一起？因为你好。就我这个女生朋友证吗？不美了，那么丑，还是你最漂亮。这样子讲，我跟你很好的人吗？其实我跟她都一样美，好吗？这样你讲完咯，这样你就不用问我吗？你讲什么？讲那么多？当然。哎，迪亚，你爱我比较多，还是爱你妈妈比较多？当然是爱你比较多啦。做你这样不孝的，你做你妈妈是你几辛苦嘛？哎，迪亚，你爱我比较多，还是爱你妈比较多？当然是爱我妈妈咯，她生我出来这样辛苦。这样你就娶她咯，娶什么？娶她，我娶你可以。这不要跟我在一起啦。可是我啊。哎，迪尔，如果我们分手后，你会追回我吗？一定会追回你咯。做什么要分手嘞？你想过要跟我分的是吗？是你想过要去追多几个女孩子，让她追回我是吗？我也知道了。哎，迪尔，如果我们分手后，你会追回我吗？不会，我不吃回头草。我还以为你会跟着几个女孩子玩了，然后才会追我，知道我的好。到最后你也是没有，算了，那分手。哎，迪尔，是不是最近买太多衣服了？不是最近啊，你每次都买很多啊，你看那些猪都不够你放。所以你是在暗示我在乱花钱啊，是吗？哎，我花的都是我自己做工辛苦赚来的钱呢，你凭什么讲我买太多？哎，迪尔，我是不是最近买太多衣服了？不会啦，我可以买多几个橱哦，给你放你的衣服。你不会控制我的咩？你看他的男朋友都没有 control 他们这样爱买，可是你觉得我大用呢？你作为我的男朋友，你不会叫我不要买的咩？我叫你不要买，我就给你打死了喽。对。哎，迪尔，如果我不做工的话，你会养我吗？会啊，我一定养你啊，宝贝。所以你就是看不起我，可以比你赚的比较多啦，是吗？你现在赚很多咩？如果不做工的话，你会养？不会，因为我还刚刚出来做工罢了，我也赚不多钱。哦，所以你不会想养一下我的啦？你给我双下不可以的咩？啊，我哪里可能要你养哦？我当然是帮你分担这个家的人来的啦。原来是这样看我的。哎，迪尔，你有发现我今天的不一样吗？没有啊，不一样漂亮啊。跟这里三年了，你没有发现到我脚趾甲今天不一样了没？脚趾甲有修过没？然后你是不爱我了，你是看到我显了？不会啊，很好看啊。跟三年前一样？小了一点。哎，迪尔，你有发现到我今天的不一样吗？我知道你修了脚趾甲。我问你用多次，你最后都要对了。如果你改下一次忘记的话，我就把你删掉，我就跟你分手。这样也要分手啊？嗯。哎，迪尔，你偶尔会想你的前女友吗？不会啦，我现在完全放下了啊，我现在只爱你一个啊。做可以这样残忍的，毕竟跟你在一起三年过嘞。在以后如果我们分手了，你不是永远把我忘记掉了咯？哎，迪尔，你偶尔会想起你的前女友？偶尔是会啦，可是毕竟在一起过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想念她啦？这样你根本不尊重我咯，你没有 respect 过我咯。这样子你现在是精神上的劈腿，我现在觉得你很恶。你更恶心啊！你要我怎样回答到底啊？怎么回答什么理都错了。哎，迪尔，你喜欢我的外貌还是我的内心？当然是喜欢你的外表咯，你这样漂亮，这样吸引我。哦，那你意思讲，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不美啊，你就不会再喜欢我了啦？外貌协会肤浅男见男人。哎，你在想我的外表还是我的内心？当然是你的内心哦。哦，这样你意思讲我不美啦？难怪我每次跟我姐妹出街，你都看着她啦，不看我啦。原来是这样子，这样你觉得我不美啦？哎，迪尔，你什么时候要娶我？我现在就娶你，嫁给我好吗？上来先啦！你连你自己都养不起好啊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养我？你可以成熟一点嘛，先赚起来想未来啦，不然那些钱以后将来养小孩子哦。哎，迪尔，你什么时候要娶我？等我事业成功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娶。你要十年、二十年，还是要几久？你现在不可以娶咩？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子啊，我可以陪你吃苦啊，我不需要你花多少钱在婚礼上面啊，就算注册都好，我都可以有的。我可以和你一起吃苦啊，你又是公主妹。你就是公主，你知道吗？不要！他妈的公主！如果你对我现在穿的衣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淘宝双十一活动期间点选连接查看。活动期间透过手机下单哦，还有专享code享受物流优惠哦。